战绩猎人输了两场，弱爆了。哎，怎么开炉石盒子啊？就是怎么开盒子能看到牌的，能看到你剩什么牌的？怎么这么弱呢？竞技场上次选的术士，因为任务是赢两盘硕士，咱们就选的硕士。怎么开那个盒子来着的？我看看啊，盒子。你看我这个跟不上时代的脚步，不会用计牌器，已经点开了炉石盒子，但是看不到计牌器，计牌器在哪里了？就我进竞技场，我开始打，它就自动记牌了。来，咱们开始打吧。天呐，炉石第一弱就是我，弱爆了。就等我开始的时候，右边就能出来牌了呗。哎呀，我把斗鱼的助手打开啊。四五幺，好了，我看到了，格尔这么丹，高级的东西。对阵吉娜，好了，我看这到个了，右是你边有自找的。我会夺取你的好，灵全换了，魂。全换了，力量代价也换了。宝宝呢？快快快，我的宝宝！还好吧。其实有麻风之乳，感觉就很好。好，今天菠萝石。是不是应该幸运币跳雪翻呢？不跳了。我感觉很难受。上麻风之乳吧。来完好，前面我坑了两盘，被咆哮德秒了，然后另一盘自己作死，被术士给秒了。那个8点10分吧，我就开始打了，打两盘天梯输了，输了赶紧跑，完了，哎呦，烈小鬼让我感觉很不爽啊！来，上！我马上找伴，目标已经标记出来了，上！三个练小鬼全上场，我就掉九血，这碰上无脑打脸的，绝对被秒。寒冰剑，至于吗？他姐这个可是用了一张寒冰剑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啊，至于吗？这，来给自己加血。我的眼睛都差一截，成功了。不错了，我这副牌哈，三费的宝宝少，三费的宝宝就这个加血的，还有个抱抱，然后再就那个虚空恐魔了。虚空恐魔这个竞技场里边我不是太会用，完了说什么来什么，说他还真来了，你说说，为什么我不是德鲁伊没有激活呢？过牌，把扳手递给我。这是竞技场的第一局，四胜了，已经礼拜五打了四胜嘛，过，弱爆了，我打他吧。当然。哎呀，不打他了，过。金巴虎。他怎么这么多寒冰剑啊？寒冰剑多多呀！哎呦，看啊，咱们是五费。裸上日怒吧，或者这个完事上小鬼儿。趁现在还有血，赶紧上！这法师肯定以为我是疯子，这是不停的上小鬼儿。他点小鬼儿干什么？
咱们把这个雪人给解了。目标诺森德。啊，得解雪人呐！不解了，这回合不解，解不了。这真人！哎呀，我可喜欢术士的这些基本卡了，就是虚空恐魔用的不多啊，就是基本卡他的那个烈焰小管、鲜血小管、配音啊，还有上场的那个台词啊，还有长的那个模样，都好喜欢的。这么打的话呢，你打这个大表哥，拿灵魂之火去解大表哥。那你放着大表哥不打吗？你这个日怒驾壳啊，因为待会儿已经进入烈焰风暴回合了。怎么打？诺森德打脸，然后虚空恐魔吃掉他，日怒给他加壳啊！哎，我去，又那什么，又超时了。你说他吃掉了两个，嗯，看一看咱们怎么打啊？这是可以全上的，但是已经进入那个烈焰风暴的回合了，还没准备好。这怎么？我跟你们说哈，刚刚就应该灵魂之火去解了大表哥，因为你有能力去解场。你有能力去解场的话，为什么不解场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是是是是，我马上找伴。哎妈，点错了，不应该上烈焰小伙，应该上软泥怪，我弱爆了。遵命。坑了自己一血。就是说吧，刚刚应该灵魂之火去解场，你能解掉，为什么不解场呢？他跟诺森德去解场，你别瞎指挥了，我自己打，影响我十二胜呢。姐姐这么好的牌，好像要死了，麦发看一看。我可以需求这装备吗？来，认输，妥妥的认输。那个什么，就是什么，像喜欢丸子，你打得太差了，你别影响我十二胜啊。就应该解场的，应该解场的，因为对方沉默呀，或者是就是变羊啊，什么都可能有。你妥妥的解场，解完场拍一个那个四四上去嘛，放一个四四食人魔，他又不可能烈焰风暴清一个四血的。别干扰我啊！告诉你们，影响我十二胜的都得死啊！让开！真讨厌，姐姐的连胜都没有了，别影响我，弱爆了。为了做任务嘛，没事儿，我觉得打个六胜就行，也不用多，打个六胜，释放法术啊什么。来来来，不喜欢的赶紧换台啊，别在这儿待着啊，我先跟你们说好了啊，不喜欢我的赶紧走啊。来来来，是大自然的，不要影响我十二胜，妨碍我的人都得死啊，告诉你们，若碧赶紧走，别在这里瞎指挥。
哎呀，烈焰小鬼早来总比晚来好。我拿了三个烈焰小鬼，弱爆了。嗯，上上上！是是是是，我马上找伴。目标已经标记出来了。咱们上软泥怪吧，或者上这个，吃了它上软泥怪。愤怒打三血，他俩谁都一样。上软泥怪可以抢血啊，三攻的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他上这个不是送给我的吗？开启传送门。站住就站住，没站住的话呢，咱们四费跳风头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站住，宝宝，看他有没有愤怒了。我必须守卫这片土地。没站住，跳风头吧，没别的招了。风头走起！你在开玩笑吧？收工了。当年我竞技场术士带了两个三个魅魔，带三个魅魔呢，打了六胜。那年代是九胜的年代，然后再不敢带魅魔了，可坑了。烈焰小鬼哪几个行？应该如何应对？德鲁伊挺强的，就是平衡。你像术士这种吧，就有点就格外吃运气。术士，然后盗贼，猎人，他干什么？他掉线了呀！时间不等人，你叫我炉石杀神，快快快掉线掉线掉线！您的对手离开了游戏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他干啥这是啊？敌人在哪里？没事儿，他这是干啥呀？我表示非常不理解，为什么不解风头呢？我想，来，咱们给风头加个壳吧。你不是不打风头吗？就是你了。收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风头上场一把、啊，影响我上怪，我不可能去，就这么送啊！我得踹你一脚嘛，横扫吧。他不是，他应该他那个四四，他为什么不变六四呢？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啊！能结场就结场，不能结场也该变个趴趴熊嘛。四抢了我四血六血，抢打我六血，你也秒不了我呀。不知道怎么说呢，就是竞技场你如果根本没有牌去秒对方脸的话，就应该结场。你这不是一样的吗？他刚刚打了我六血，现在我碰头踹他脚七血。咱们上，我看一看啊，他是六血，六费，上这个。
过来好好打一架，胆小鬼！让我诉说你的痛苦。啊，我 A O E 呢 ？A O E 没有来，看一看啊，场上是几攻？5+1 Leo 能打掉他吗？卖一发，卖一发，不卖了，来上。目标已经标记出来了。我是阿格斯之盾。打脸！我 A O E 哪去了呢？快快快！我地狱烈焰呢？我地狱烈焰呢？我有两张 A O E 啊。A O E 都不在。A O E 都不在。我们这里边撞四一，上食尸鬼，给自己加血。如此多的可能性。我的眼睛洞察一切。哎呀妈，这玩意儿来了，弱爆了。收工。怎么说呢，你可以给古拉巴什加血，我怕死嘛，我怕他秒了我，给自己加吧。别担心，咱们有两张 AOE， 来 AOE 就能结场了，就看能不能来了。他场攻不是很强，他不结场啊。对吧，结场吧。下回合能秒我？就是这样。投降还是死亡？他秒不了我，咱们就秒他了，对不对？谁说我走远的？看见没有？赢了，他没有费了。就算他有印，他有个印记，给他的那个海巨人加个印记，神马的可以有。我承认。OK， 你们别瞎指挥，杰斯一打，妥妥的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好不好？跟你说，给我出馊主意害我输的人，抽奖抽不着你，弱爆了。这手里还剩些啥？还有两个烈焰小鬼没出来呢。这德鲁伊打得有点怪。丸子，你去留言呗。我跟你讲啊，一般来说黑我的人我都能抽着他，可奇怪了。谁黑我，谁喷我啊，我就能抽到他。快去留言去，待会儿咱们打完这场抽奖，对阵丸子，快去抽奖去，看我的12胜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我会夺取你的灵魂。三费的宝宝，咱三费就仨吧，不要打屁股，留小软。
哎呀妈，这回合有意思，三费的居然全来了。我下了个炉石盒子，我已经下炉石盒子了，已经下了。这是完美骑手，一费麻风侏儒，二费软泥怪，三费小抱抱，四费上食尸鬼。哎呦 ，AOE 来了！我刚刚两张 AOE， 一张没摸着，摸着一张也不至于这么难打。这法师为什么不跑？他应该幸运币点了，他不舍得，算了，爱点不点。不是，起手就一二三四分人就这么来的。哎，小个子召唤师啊。咱趴个宝宝，这干什么？招冰锥呀？为了国王。啊？哦。你们猜的都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上食尸鬼就送他了，不合适。那这牌摸的，上小个子召唤师也是送他。抱抱再趴一回合，送他，看他打哪个。不是你抽牌吧，你抽牌你就剩两费了，你用不了啊，你抽什么能用出去？你这两费不就白瞎了吗？你还是上小个子召唤师。他去秒食尸鬼了，他觉得食尸鬼对他威胁大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咱上雪人，咱们就是抢先上牌。小个子召唤师就是两费的时候拿一个普通的宝宝而已，没有说指着他上什么。老虎吃雪人，那不知道他怎么想呀，我哪知道他咋想的。现在可以抽，现在六费你可以卖一发，你刚刚四费，你卖一发了两费，你上啥？来卖一发，来这个了，来这个。那下回合老虎是囊中之物，对吧？七费咱们他吃了雪人，咱们可以那什么，其实没啥意义，我觉得。开启传送门。丸子你别说话了啊，你乖乖，你关关关战，不想关战就走。食尸鬼不是送吗？你上小个子召唤师的话，你食尸鬼，你觉得食尸鬼高费回合他能活下来吗？就三血就进入 AOE 的回合了。那咱们这样的话，就可以那个，我看一看啊，咱们地狱烈焰清场吧。我想地狱烈焰清场吧。这样全清了，然后咱们随便再上个啥玩意儿。随便上一个，或者是卖一发都行，上一个，战场上占个东西，能解个怪什么的。要不然他上完了，我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解怪。你立个仆从是最好的。想把什么炸平？干啥这是？这干啥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医生！
一发，来。七血哈，七血刚好能打死古拉巴什。上地火是送他呀，上这个吧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暴风城的力量。不，因为我现在有机会，我有力量代价，我能立住一个怪，可以秒他，不是最好的吗？加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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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啥？这是十血，赢了，这不赢了吗？啊，来。对啊，对，赢了，让开，别影响我十二胜，你看我打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滚，你们这帮弱逼，赢了，弱爆了，瞎指挥，你看姐姐打的完美不 perfect， 弱弱弱弱弱弱弱，快来崇拜我，弱爆了，立个怪对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六胜了，六胜了，谁上次说我三胜滚醋的啊？哎呀，弱爆了！不服不行，服不服啊？服的打一，来，不服的打一，服不服？虫虫粉条，你服不服啊？什么叫送呗？总比打你身好，你服不服？你咋不说话了，虫虫粉条？是不是男人？哎呦，你改口改的真他妈快呀，真尼玛快，刚刚还说上呗啊，怎么什么什么总比打脸好，然后现在就开始说我来马上就赢了，你墙头草吗你，嘚瑟，我又开始嘚瑟了，哎呀，赢了我就嘚瑟，没办法，人就是这样嘛，输了就缩头乌龟，敲门声的从天梯滚到竞技场，赢了就嘚瑟，继续继续，十二胜妥妥的。这法师可能挺无语的，嘚瑟，继续，嘚瑟嘚瑟嘚瑟，得小心点，嘚瑟大了就把我的十二生葬送了。孤单，算满了，对阵，虚，虚啊。毁咱们这条牌吧没有沉默，就是我们一个沉默都没有，所以只能结场或者攒憋着，把力量代价什么玩意都憋好了秒他。嗯，留个 AOE 不，不留了，要宝宝，前提得铺好宝宝去结场去。我们这道牌没有一个沉默都没有。又开始崩自己了。宝宝就是怪呀，就是我把这个仆从。仆从嘛，仆从多难听，从还是个平舌音，我不喜欢平舌音，我管这些小怪叫怪或者叫宝宝，然后管这个英雄叫主公。来和我喝一杯。我什么时候卖萌了？你净瞎掰！哎，我就不懂了，我哪里卖萌了？咱们打脸能还是接能？接了吧，这真的有必要吗？他裸上熊猫，他看来也没有太好的宝宝，要不然怎么会裸上熊猫呢？钢铁就是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妈呀！
谁？哎，对了，我这套牌当时拿卡的时候有铸剑师，你们都不让我拿，为什么不让我拿铸剑师啊？我到现在都是迷惑不解啊。过一张牌吧。那件给我。咱们过一张牌吧。过一张牌，看看是什么。日怒。这小冉想留一留，不想胜。裸伤日怒吧。提起盾牌。伤日怒。不是，就是我喝酒，你买单。哎，弱爆了，人家拿回去了。那个是这样的，就是说铸剑师可能不是很强，但是也不是一无所事啊，也不是一无是处啊。我觉得铸剑师哈，就我喜欢两张卡，一个是工程车，一个是铸剑师，就是他们很搞笑，就挺有娱乐性的。你那么死板的玩有啥意思啊？跳风头。大屁股还风头呢，风头吧，大屁股吧，风头立不住啊。哎呀，风头吧。你在开玩笑吧？遵命。二五仔是什么啊？对，疯狂投弹者那张卡，你要不是这个，你不是圣骑士，你可以拿。那个疯狂投弹者我经常拿，尤其我是牧师的时候，有他我秒选的。这老伙计怎么还招宝？他想招那个，遭那个加法伤的图腾吧？你看，他看起来就想是招一个加法伤的图腾的感觉。这火蛇解决不了怎么办啊？火蛇解决不了，上啥玩意儿都要被吃的。来，上大屁股。下回和诺森德冲火蛇图腾，剧本都写好了，弱爆了。这是那个铸剑师，还有那个工程车，一四的工程车，我挺喜欢的，我有时候会拿。哎，还是有机会的，钢铁就是力量，还是有机会的啊！咱把火蛇图腾给冲了，完了。冲不了火蛇图腾啊，到了。哎呀妈呀，神抽，怎么样 perfect 不？快嫉妒我，膜拜我，神抽卡 A 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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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。 哎，我看看啊， A， 这不 A 等什么呀？这解不了的呀。上小软吧，上小软吃图腾来了，不等他挂斧头，他有斧头他不早挂了吗？哎呦，我小软没了，弱爆了，这咋办呢？这诺森德也冲不掉他呀。 baby们，我们要认输了吗？哎，小冉都死了，呵呵，你们延迟太多了，我家小冉都死翘翘了，你才打小冉可以上了。汪汪汪，飞吧小蜜蜂，咱们送他个啥呢？解不了场卖吧，抽一个看看是什么。哎呀妈呀，上吧，这也上，都上。是，我马上。这个留一留。九血哈。下回合八费。快没有时间了。给他。开启传送门。我家小冉都死了半天了，你还在那儿？小冉可以上了。这个萨满现在也是跟我手里的卡差不多，他四张卡。为了国王。完美结场啊！哎呀妈呀，妈呀，妈呀妈呀，好，完了，不行，还是解不掉。哦，解了，能解掉。我看一看啊，解不掉，火爸爸解不掉。哎。
我想这个是法术伤害加一。能解，能解不掉。这么解，诺森德把他解了，诺森德解这个，然后力量的代价解火元素。能行。对对，只有这么解。你这样吧，就只能这么解，没有别的招，只能这么解，没别的招了。火爸爸不解，待会儿又是六血。不是三国杀，然后融合就上不去了。你敢卖吗？快没有时间了。打得不错。他能瞄我，你信不信？他不能瞄我，为啥说打得不错呢？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咱老大哥有的是，咱九费回合。哎呦，怎么出家血的了？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因为咱们高费，你要被秒了，待会儿打我九血。撞土元素也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刚刚能把融合巨人上去就好了，上不去，差一费嘛，对不对？你卖的话你就死了，他没有冲锋的话他打我九血，卖的话你就死了。我想你卖的话，你看我手里的牌啊，我手里还有一张力量代价，然后有个灵魂之火，有个大地之环，暗影剑，你解不了土爸爸，你摸到哪个能解土爸爸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看他能不能秒啊。对，他有冲锋就不行了。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。希尔瓦纳斯，他应该没有嗜血，有嗜血就嗜血了。他这回又秒不了我。关键他希尔瓦纳斯，他现在应该打脸吧？啊，他解场了。他解场。结场的话呢，待会儿希尔瓦纳斯冲我的脸。咱们先过一张牌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输了，不一定输了。这个撞了这个，希尔瓦纳斯撞我无血，希尔瓦纳斯吃他，怕死就清场，他撸个四二过去，二四过去。没有时间了。是怕死就只有这么打，要么希尔瓦纳斯，要么希尔瓦纳斯还能吃我那什么呢？希尔瓦纳斯还能吃我蜘蛛发明家，或者是多打一点伤害。几攻能解场吗？
结不了场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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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啊，我不解的话，希尔瓦纳斯刚刚火蛇图腾加三宫，三宫撞脸八喜一样的，这次真死了。来卖一发卖一发，看有没有灵魂之火，马恋小鬼刺杀，还刺杀不了，还投降，认输了。人家有橙卡、啊、他一张土元素，一张希尔瓦纳斯，一子一城，好猛啊！两个火蛇图腾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两个火蛇图腾？两个火蛇？咦，难道真的要六圣滚速吗？不行，再赢一局，要再赢一局啊！死不了啊！你说卖，我已经卖完了，我卖了两血了。烈焰小管喷三血，然后地狱火喷一血，我还剩一血给人打。乖乖的自杀，不是乖乖的认输，自杀不能。对阵，越打越虚，人家高胜的都有橙卡。我是大自然的守护者，我会夺取你的灵魂。把日怒不换了，日怒可以裸上。哎呀妈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一点都不开心，这玩意儿来太早了。什么工会刷诏令？哎，这几局还挺好，风头早期就有，挺不错的，挺照顾我的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你别马后炮，巨人打土元素也是输。你巨人吃了土元素，他一个希尔瓦纳斯五五立在那儿，然后他上火蛇图腾，上了火蛇图腾以后，希尔瓦纳斯就是八攻，我当时是十一血。希尔瓦纳斯他上了火蛇图腾以后，希尔瓦纳斯撞我一下。撞我一下，这就是我就从十一血变成三血了，我就剩三血了，不妥妥的死吗？我想，这是，看，咱卖吧，有融合巨人在手里是可以考虑卖一发的，卖，真没啥可上的，哎呀妈呀，让我好好抱抱你。他有火蛇图腾，他给希尔瓦纳斯加三点攻击，撞我脸就是八血，我当时只有十一血。是时候流点血了。要被阿曼你单刷了呀？这咋办呢？继续卖呀？卖吧，没啥可上的，卖。自作死是不是？这是不是自作死的？人家肯定以为我竞技场里面抓了个大王，实际上没有。哎呀，有意思。我觉得竞技场里边吧，那个紫卡王牌猎人还是比较好抓到的，就德鲁伊比较容易抓到那个战争古树紫卡。我们必须进化太阳井，然后抓个王牌猎人神马的都还是比较容易抓到的。咱把这个阿曼尼打了啊。没有山岭巨人，哪有？我看一看啊，还可以再卖一年，卖不卖啊？哪有大王？二四六八，手牌不碰。我想，你可以卖，要怕死的话就把阿曼尼打了。打了下回合上风头，来打一套。是，我马上上吧。要输了我也这么觉得呢，我这起手有点卡手啊。主要是我宝宝上不去，这个没有裸上日怒，节奏不太对呀。这啥？这是五四啊！你看，被人单刷刷到死了。你说你这上不上风头？上风头吧，下回合日怒加融合立体壳来，啊，不行，风头他不解的话上不去。我看看啊，
五费。来，风头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来，是猛男就解了他，五四赚了用脸砍一发，这才是真男人嘛！德鲁伊，快解了他！我觉得我要死了。我觉得我要死了。嗯，差一费怎么办呢？谁刚刚说什么呢？好像真死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没事，把融合上去。就是你了。他有老虎，他有潜行怪，有横扫吗？想把什么炸？哎呀妈呀！别扔我，别扔我！这样不好，不好！光头被扔死了。还有凉血是吧？看一看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是有机会的。看我的，看我的，咱们动上一个。动上一个，然后动老虎吧。动老虎，然后给自己加血。费不够哈，给自己加血，然后架上个壳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啊，加加加加加，肯定加，肯定加，肯定加。我看啊，咱们七费哈，五加二七，加加加加加。我的眼睛。加血就这点血呀、啊。他沉默破盾就完了。提起盾牌。加加加加俩。再把这个加上上来，开启传送门。但是这壳怎么都能破呀？打脸吧！成功了，谢谢你。我觉得，弱爆了，死了死了死了啊！玩啊！上周五任务是，我看看啊，上周五的任务是术士。哎 ，Vitas， 你直播里边打字啊？啊、没办法，就这样吧啊。竞技场，竞技场。130扎个融合，哎呀，你们别设想各种死法了，还行。做完一个任务，那个维加斯，上周五啊，我的任务是说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竞技场几胜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，我又不需要，我又不缺金币，又不缺卡、啊，无所谓，就是玩嘛，总玩法师有意思吗？人家卡这么好，为什么我没有存卡？为什么我没有存卡？来开卡，开一个，开一张金色的卡就行啊！来，金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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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稀有，没有金卡不开心。以后就是合成金卡到了啊！你看见没？你看屏幕里面他打。